为进一步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，方便群众自主选取心仪的机动车号牌，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自11月16号起，在全省范围内向公安交管互联网服务平台投放新号段，其中感叹号代表所有数字，符号 at 代表除 I 和 O 以外的所有字母。另外，对于有特殊用车需求的企业和群众，交管部门也提供了多项便利服务。对于企业一次性购买5台车辆以上的，我们交警部门可以提供上门服务、预约、延时服务、集中上牌，减少企业的等待时间。对于群众的特殊用车需求，我们也可以特事特办，提供呢延时上门服务。本台报道。